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博文来给我们做这个理论物理报告。博文现在是在 UCSD 啊，比如之前博文从这个 Ohio State University 获得的博士学位。博文做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这个多级系统中的这个纠缠方面的工作啊，尤其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从一个多体的 wavefunction 怎么确定系统的这个比如 Carroll Central Charge 啊等这个。还有这个 Conformal symmetry 等一系列的这些很有意思的一些 data 的这个工作，那么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他最新的一些结果，大家欢迎。感谢鹏飞的 introduction， 很高兴第一次来复旦，然后来给这个 talk， 然后见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老师和同学。对，今天我的 talk 的题目是。Conformal geometry from entanglement， 所以首先这是一个量子多体的问题，然后这研究的系统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自然而然会出现 conformal symmetry， 就是在粒子数比较多的时候，它 conformal symmetry 会越来越越来越精确的出现。然后我们想用一些如果从一个 wavefunction 知道一个 wavefunction 和上面的几个条件简单的条件，我们想证明这种 conformal geometry 就是 conformal symmetry 的某种 signature， 一定会出现。然后我说出现了的话，其实是那个 word 叫 emergent， 就是说粒子数多了之后会越来越容易出现，然后它是非常 robust 的一个 phenomena。然后我会解释这些词，还有我们的 approach， 就是我们从哪里出发，然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然后我先给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 over 的一个历史的回顾，就是物理学它已经是一个发展很久的学科，然后在100多年前它主要是 classical physics 经典物理，然后有量子力学之后量子力学变得越来越重要，然后它还有很多的subfield of quantum physics， 其中有两个这里有两个 subfield 是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另一个是 quantum many body physics。这两个 subject 是量子力学的一些小的分支，但是他们各自有发展，然后互相现在交集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共同交集这里的话就跟我的 research 关系非常大，它是一个新的 understand emergence 的一个 context。 然后 emergence 这个词是比较 deep， 所以我从这个词入手开始讲几个 slides 什么是 emergence。 然后这个在物理学家里，特别是凝聚态物理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里面一个比较有名大家经常提的 reference 是 Anderson 在1972年，大家都知道 Anderson 是提出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这个词的一个老前辈。然后对，事实上他第一次给这个 talk， 他那个 article 是从更早几年他在San Diego 就我在 UCSD 那个地方访问给 lecture 然后来写的。然后他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呢？是他说这个 emergenc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henomenon， 它是在你粒子数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就某些参数越来越大，特别是粒子数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某一些性质它会非常自然而然的出现，它非常的就是从局部来 predict 整体的话，并不容易猜对这些东西，但是Nevertheless， 那些 property 的话就会非常的 robust。 然后我给一些例子，都有什么现象是这样的呢？其实最容易接触到的是一些 biophysics， 或者一些就是经典系统里就有这种现象，因为粒子数大是一个主要的东西。然后这粒子像是这个我给他这个，谢谢。就是蚂蚁它可以多了之后它可以建一些桥，它们知道在哪个地方建桥，然后它们把一些 bridge 建好之后，蚂蚁可以从左边走到右边，就每一个蚂蚁自己并不聪明，但是多了之后它知道在哪里可以需要建一些桥。然后很多鸟飞的时候它这个鸟很多之后它会有一些简单的像 wave 一样的 behavior， 那是一个非平衡的一些emergent phenomena。 然后还有 one of my favorite 是对 Fibonacci number on plants， 所以就很多的植物，你把它拿出来
之后，它上面有很多的小的，就比如说，随便挑一个吧，就是这里有一个植物，它是有很多的小的部分组成的。然后当这个部分比较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数，一二，然后这样，你数一圈，发现它出来的经常是 Fibonacci number， 对，斐波那契数就是这些数中的一个。然后你往另一个方向数的话，也会自然发现是另一个 Fibonacci number， 然后。最后一个例子是，neurons， 就是神经元，多了神经元之后，它会产生意识，这些都是就是单独你拿几个 neuron， 它的 behavior 就很难会猜到它会形成这种复杂的意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non-trivial 的 emergent phenomena， 就是一些涌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例子。但这些是经典的例子，我想强调的就是它的是需要多题，并且。这种 behavior 比较 robust， 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或者什么，我们今天多喝了一升水或者什么，但我这个意识还是存在的，就是这是一种 robustness， 就不是你并不需要 fine tune 一些 parameter 才能实现这个，并不是说你稍微 tune 一点它就没有了，而这些东西就比如说你植物你把它放在高一度或者低一度，它长出来都是这个数，对，这种 phenomena 是 robust， 对，随时可以问我问题，顺便说。然后在量子就在凝聚态系统里，我们比较熟知的，emergent phenomena 是物体的相和相变，就比如说水它在降温之后会变成冰，然后它有一些在某条线上它有可能有些 critical behavior， 这些现象它也是一些。多体系统才有的，就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是水还是冰，它粒子数多了之后，你才好就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你稍微把 temperature 或者 pressure 稍微变一点，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而且，对，这是我们研究多体系统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下面我想说的是。就量子力学就是 quantum physics 在某些相变里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最近发现的一些例子，有像是 integer quantum 号和 fractional quantum 号，就是整数霍尔效应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它们是首先它是很容易说它为什么是个量子的 phenomena， 因为它首先这是一张图，是从实验的 paper 里拿出来，然后它这样的话。这样画一张图，它会有一些明显的平台，因为平台会出现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它为什么是个量子效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图里，它有一个那个普朗克常数 h， h 会出现，它说明这个 phenomenon 它一定是跟量子力学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你 h bar 趋于零，你看不到这些东西。然后，但这个我们需要降到低温才会发现这种，所以并没有更早发现。但从非常多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henomenon， 就是理论，就做理论人之前没有预言到有这种实验，但是实验上发现之后，然后大家发现这里面的物理非常有意思，因为之前传统的对称破缺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要给理论一些 challenge， 然后他们就我们就 develop 一些新的理论的 understanding。但是我想说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会受到新的启发。比如说我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个量子纠缠的角度是试图理解这些现象和一个更广泛的一些版本。然后我继续说一些例子，就是。上一页是从实验和那个发现的角度说，我们有量子霍尔效应，这非常有意思。我们搞理论的人之前不懂，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去搞懂它。但是在那之后，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有些什么理论的理解呢？就是在二加一维，特别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它是一个重要的理解是，就是你这个 part 这个系统，你虽然我们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世界的基本粒子是要么是费米子，要么是波色子。Either fermion or boson or fermion， 但是在这个多体系统里，在二维它的effective 的激发就是有效的低能激发，它有时候会是 fractional statistic or fractional charge， 然后它就会有 anion， 就是说
的 gradient statistics， 它可以不是像 Boson， 也不像 Boson， 但是它是一个那种分数的一个统计。嗯，然后，有问题吗 ？OK， 那么继续。然后，就如果我们 compute 这个 graph state degeneracy on different topological manifold，可能会发现现在几个人在不同的 topology 上是不同的数字。嗯，也白的这个数字应该是16，那不是八。对，反正它是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在不同的 topological manifold 它有不同的数，这个数它只是跟 topology 的关系比较大，它跟其他东西它并没有什么影响。这也是一种你看这个 face non-trivial face of matter 的一些办法。然后，还有一些 signature， 它是在你有 edge 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明显的 signature。一种是这个叫 quantized chiral， 这是一种 elevator transform， 是一个叫 quantum thermal hall effect。然后这个 I 是一个 energy current along the edge， 就我们假设有个 sample， 它是在一个 disk 上，在这个 disk 的它有一个 edge。的边界是一个 circle， 这个 circle 上就是这个材料它有些特别的性质，以至于它 break time reversal， 就是左手和右手不对称，就是如果你假设这个材料它是对称的话，那边界上的向左走的粒子和向右走的粒子的数应该是一样多的。但是在这种就有手性的材料的话，假设这个 box gap 它有一个能隙，它没有办法产生静的激发。但它 edge 上的话，你发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它总是 gap 没有办法产生 energy gap， 它总是有些 low energy 激发。第二个是它破坏手性，它的往右走的低能激发比往左走的多，然后它会有产生一个就即使你是在一个 low temperature thermal state， 就是一个热平衡的一个态，它照样会有一个能流，所以它这是明显是破坏左右手对称性，破坏 time reversal， 对。然后大家关心的是在这个 research field 里，我们最关心的是 so called universal properties。universal property 就是说，你把这个，你可以把哈密顿或者什么加一些 perturbation， 但是就是你的 energy gap 没有，假设你是 gap 的系统，那你不会经历 phase transition， 那你是在 within the same phase， 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然后我刚才描述这些都是共同特征，这是什么？就是 ambient statistics 有共同的特征。然后就放到这个套上，有多少 ground state， 就这个数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是在一个 gap 的好嘛，它们加一些小的扰动，它是不会变。然后这里我刚才说它是正比 t square， 那你可以问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 universal 的呢？结果但是这个 coefficient 就是说 t square， 除了 t square 之外，前面的东西是一个 dimensionless constant。然后这个 dimensionless constant 里面就只有一个数叫这里叫 c minus， 是 c 下标 minus， 是一个叫 chiral central charge 的东西描述它。它是来刻画这个你有left more 的数量减去 right more 的数量。反正这是一些，大家从理论家的眼光来看，这些 emergent phenomena 它的一些有意思的 universal property， 这是一个 summary。但这不是全部。然后下一页我就要说我这个 talk 的主题是关于 conformal symmetry。就什么是 conformal symmetry？ 对，事实上我不应该假设太多 background， 就说。它是叫共形对称性，它是一种比较几何的一种东西，但是它又是一种就不是那么容易懂的几何，所以但我马上会说，但是我先给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大家肯定都熟悉，是一个easing model on a spin chain， 就假设你有一些你有一个量子个体系统，它是生活在一维，然后这个一维系统就有一些。就是 a bunch of
gapless space on qubit 是那个 h 的 i 去一个二维的 gapless space 是每个 qubit 你把它 label i 的一二三，然后这个线和的空间它总共的维数是多少？是二，就是 power n。 所以它是一个随着 n 增长很大的一个，但是一个 balance 上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希望研究这个 n 比较大的时候的行为。然后，一性 model 的话，它是由一个 Hamiltonian 决定的。by the way， 我是在举一个例子，然后我马上会说一个更 general 的 story， 但我先把这个例子说完。所以这个 h， 这个 Hamiltonian 就哈密顿。它是有一些 nearest neighbor interaction 和 onset interaction 的 x 和 z 在哈密顿 term 里的这些 x 和 z 是那个 poly operator， 然后就你写下这个哈马汤，你找到它的 ground state， 然后发现它，但它经常是 gap 的，除非你把这个 parameter g， 就取到一些特定的 value， 就是说它是一个。对，在两边它其实是一个顺磁到铁磁的相变，然后到中间它一个 critical point 是比较有意思，而且大家知道它是有 conformal symmetry emerge， 它就conformal symmetry 是什么呢？首先这个 change 它是你发现它是 translation invariant， 这个不是它是一个比较简单 observation， 但是 conformal symmetry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symmetry， 它首先它是 include 这个 scaling symmetry， 就是你把但是如果你的 chain 是 infinite long 的话，可能也不容易看。反正就是说它，你抽象看的话 ，conformal symmetry 它是包括这个 scaling symmetry， 但是还包括更多的东西。如果你学conformal field theory 的话，你会发现一整本书都是start from conformal symmetry， 然后推很多的东西。但我不会 review 所有的这些，但我说一个其中一个。比较 beautiful 的 piece， 就是说在这是一个一维系统，但是在 space time 里面看就是一加一维系统。然后搞 field theory 人他可能会把这个 map 成二维欧几里得的几何上面的负平面上的一种理论。但是反正重点是这个，就是在这种一加一维的情况或者二维的情况，它的 conformal symmetry 是it has infinite number of generators。然后这些 generator 我可以管它叫 LM， 然后 M 是从负无穷取到正无穷的一些整数。然后这个 non-trivial relation 是说，有些 generator 有一个 commutator， 有些other generator plus another term with the number C 里面，所以这个 C 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stant 叫 central charge。但这另外 non-trivial 一点是说。这个 algebra 其实是非常 non-trivial， 它有 infinite number of generator， 并且如果你研究它的 representation theory， 就是这个 algebra 的这个代数的表示论的话，你发现它的所有的 non-trivial representation 都是 infinite dimension， 所以这里就we have a seemingly contradiction， 所以这里你需要 infinite dimension algebra space， 但是这里怎么办？现在觉得这个怎么？这好像 doesn't make sense。对，这样回过头来，就这个说明，这个其实这是一个 evidence， 说那个 emergence 是一个是一个很 subtle 的东西。它在 finite system 上，你看好像是总是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这个 model 你放到越来越大的系统，让这个 n 越来越大，它是会越来越好的近似，然后就发现这 conformal symmetry 真的会出来。所以这件事是一个 non-trivial 的东西。但我这里其实。就我有点就是故意举一个这个比较 subtle 的例子。其实有时候我想问一下，可分母性质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指刚才你的一加一维变化到二维欧几里得几何的变化吗？这个因为我有点脱节，我从这个 h 到这个 l 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一个 emergent。这是从 H 到 L， 这是大家 spend a lot of effort， 这是一个就是 non-trivial problem， 就我没有办法从一个词来说，但我可以 partially answer your question， 就是 H 有个 ground state，
这个 ground state， 然后从 CFT 角度上 ，conformal field theory 也有个它有个 vacuum， 这个 vacuum 它是会被generate 中其中一些 analysis， 就是说也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些 generate try to evolve the state， you evolve it back， 就是 it doesn't evolve the state。我们可以问类似的事情，就是说你 H 找到一个 ground state， 有没有一些 operator 作用在上面，让它不变，或者说你湮灭这个 state。因为 operator 是可以从 lattice model 里构造出来，但是这也是当时的 work， 所以这也是 part of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research field are trying to do， 这我可以说。然后另一个简单的一个线索就是说，我想说是，你有一个 H， 然后一个 ground state 之后，你通过 ground state 你可以猜出那些 generator， 就是因为每 generator 看起来非常抽象，它承认你一个东西。但是你可以从 many body system 这 ground state 出发，你可以通过 ground state wavefunction， 然后局部的把一些 operator contract 出来。但这其实是像这些 operator 都是可以 annihilate ground state， 就是你可以 create a excitation and excitation， 也可以 refractional 这种 annual excitation。annual 的话更相好，现在比较容易 create coherent state。其实我有另一个工作是关于这个，但是这个是另一个话题。对，我今天没有 prepare 那个，但是下面之后我们可以聊这个。下面的问题，讨论这个 emergence 的 subject， 就是有没有人就说认真的研究这个 emergence 的这个严格的定义，比如说需要 thermodynamic limit， 然后 low energy， 多 low energy 是吧？到底是比如说 one over l 还是 one over l 平方算的话，有人就是比较细致的研究这个问题。有，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 intacting system，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有应该说我知道有不同 approach， 就不同就有些是做更做数值的，有些是真正的数学家，他们都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知道有同学在研究说，你这个 CFT 在就是如果你真是 quantum field theory， 那所有的 result 都是 exact， 但你在 lattice 上，在 finite size 会有 correction， 就 correction 跟这个 system size 这个怎么 decay 的，有做数值的人研究一下，而且那他们可能也有一些 analytic argument， 但是那还是属于比较。我理解是什么？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就是 one example。对。应该是可以抽象到更高的那上面可以不同的 physically 不同的 Hamiltonian， 不同的 ground state， 但是它都是统一到一个类似的 symmetry 的描述，对吧？但是是不是当然是所有的人都需要通过两个 limit？比如说图灵机停机的问题就是不可计算的。就是 cost exponential long time。不是，就是从逻辑上就是不可计算的。就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图灵机什么时候停机，能会不会停。那还挺有意思，就这几年大家才找到一些例子。有一些名义上里面想当然认为存在上面的那个。这个大家被告的其实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计算的。不仅是非常困难，但是大家是 finite size 可以算，对，但是它不，但是你要 extrapolate 到那个专门的 limit， 它反而就是它不是一个能想象的收敛，对，我先agree， 好的 very interesting， 好，多谢这个 comment， 在我翻下一些 slides， 我再加一个 comment， 就是说，其实还有真正的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 eating model 在 conformal symmetry 在这个 system large 的时候会不会 emerge 出来，就会不会真的严格，因为 eating model 是一个那种
可以严格解的那种感觉。他说，你这个，但是他那不是这个一性 model， 应该是二维的那个 thermal 的一性 model。他说你这个在 square latitude 上，在比较大 length scale 上 conformal symmetry 是不是一定出来？那有数学家研究这个得了菲尔兹奖的，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然后所以，但是那只是一性 model， 然后我们又有那么多 model，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真要 rigorous 考出来还是。还不知道要多少 effort， 但是确实，所以这应该是说明这里面有不少的那种 interesting problem， Sorry, is it clear emergency leads to non-conventional C? 对，对 other than trivial， 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当 C 等于零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 one 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那个是不需要 infinite dimensional gapless space， 对，所以 C 等于零是 OK，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一个 representation with C greater than zero， 那我们需要 infinite dimensional gapless space， 这是一个数学的 statement。就是这个 emergence 有什么 intrinsic dimension 吗？哦，我们可以 double points。Let me see。我看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想说的这是一个，就看起来好像是个 contradiction， 好像是 the finite n 它是总是不可能有这个 representation of vector algebra emerge， 但是就是说，我想说是 somehow nature likes it， 就是因为 if it's not exact， 它是。它会 become a better and better approximation when n goes to infinity。这是我 point， 就是有时候为什么 conformal symmetry 大家提这么多，其实 secretly 是因为自然界它真的是比较喜欢这个，就在一些 model 里，你看着甚至不觉得它会出现，它结果还是会出现。但这是一个 non trivial 的事情，我是用这个 sharp 的 contradiction 说明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 subtle 的一件事。对，还有一个问题。Larger limit 的 tuning crazy coupling 是什么关系？因为他们 delete emergence 的 approximation。他们是两个，我们都需要满足的条件。我们要把 g tune 到这个一个特别的位置，这里可能就是一吧，对 ，g star， 然后同时我们又需要 n go to infinity， 然后才能得到很好的那个 conformal symmetry 会出来。通常 argument 是没有考量 n 个松。对，不同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书的话，它有可能它就是 solve 一个 infinite long chain， 那时候 n 就已经 goes to infinite。但是在我们比如说有人喜欢量子信息，他想研究这个量子态，他想在他的计算机上或者是他的实验室里 prepare 这个态，那他就喜欢 finite， 因为他这样他才能做得懂。对，但有时候比如说那个 gravity。可以和 CFT 存在。对。但是如果在 Greek point 的话，其实按照理论你达不到的这个 velocity， 我一个人可以，在实验上。哦，在实验上。对。你需要 infinite long time， 因为 correlation 就是正常。嗯。对，所以实验上对有另外的 challenge， 然后我嗯。所以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实验的做一些这个关于这个 formal symmetry 验证的工作？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有些 system 它是在 finite temperature 有 emergent conformal symmetry， 只是在这个一维的这个 chain 的例子，它是 zero temperature，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做实验。另外一个是太那个贴题的那个，假如是因为这里是 Ising model。就是 nearest neighbor， 这不是假设 nearest neighbor 一般。这里我假设是 nearest neighbor。对，但是这个形式好像是一个，这个 ij 可以是任何数目的。我应该解释一下，就是这里的尖括号 i 和 j 代表 i 和 j 是 sum over nearest neighbor。OK， 那如果是假如你如果你 Ising model。generalized 是 ，icing 太多了，如果我这个 nearest secondary neighbor 是 third nearest neighbor，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不一定，比如说你有个 power law decay 的 interaction， 那是不是一个这种普通的 CFT？ 大家
也会有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 emergence。我觉得那个这还没有好好被研究的，从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些就是这个 infinite interaction， also coupling， 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这个地方都说要得到一个 local CFT， 对，这 CFT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是 local， 只要一旦 local 就可以了，对，没有东西讲 CFT 就 local。 对 good， yeah。Good questions， 然后哦对，我再翻 slide， 这样我再 make a comment， 就是这是 easing， 其实 easing 是有一个 large class of generalization， 是叫 post model， 就是把 z2 换成一个另外的 finite group， 其实当那个 post model 的那个一个 parameter 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这个 transition 它那个 critical point 就可能就不会是一个 unitary CFT， 它有可能变成complex CFT， 然后甚至是 first order， 所以就是说在 critical point 就并不是总是 conformal， 但是在很多时候是，所以when I say nature lacks conformal symmetry， what I mean is in many cases it's true， but we're not saying it's in all the cases。 好，所以这一页我简单讲两个 conformal symmetry 重要的 data， 其中一个是 C， 这个是在上一页的那个 algebra 里面出现的，就是 C 一个大于零的数，如果是变成有意思的 low energy excitation 系统，它是有 gapless excitation 系统 ，C 是要大于零的，叫 central charge， 然后在 purely 1D system 就像是一个 spin chain 这种感觉的系统，它是有两个 contribution， 它是有low energy 像左左的 mode 就是 left movers and right mover， 每个都贡献一个正数，这样的或者是 non negative， 然后是 CL and CR， 然后他们加起来是总共的这个 central charge。 但有意思的是，在 one dimensional system 这两个数是要相等，就是 left mover 的个数跟 right mover 个数一定要 the same， 所以它就是两个 central charge 是同样。然后另一个跟 conformal symmetry 有关的 data 叫可能叫 signature， 然后就是说它叫cross ratio， 就一个在几何里叫交比，但是它要这里我管它叫 eta， 所以 eta 是由四个点来决定的， determined by four point or three intervals， and here 就是它是一些长度的比值，然后这个长度是其实是这里的弦长，就是 chord distance。A 和 C 的弦长，然后 divided by AB 这个定义的一条弦的长度和 BC 这个弦长度。然后如果这个系统 physical system 物理系统真的有 conformal symmetry 的话，那很多的physical quantity physical quantity 就是它会是 cross ratio 的一些函数。对，所以这个 cross ratio 对验证 conformal symmetry。是有帮助的。然后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就 we want to ask the question as broad as possible， 所以我们又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二维的话，假设有个 tile 系统，就是对我画了一个 disk， 它是一个 irregular shaped disk， what I mean is 就我想说是在这个 disk 的内部，它是假设它有一个二维系统，就是一些 qubit 或者 qubit 的 range 的 on this entire disk， 假设这个 disk 是比较大，有足够多的 qubit， 那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个 emergence 的这个 problem， 它是一个这个 spin chain 的 generalization， 它比那个 general 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 box 假设它是 empty， 那你就回去了，但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有一个二维的哈密顿，它是假设它是 local 的，它 couple nearby qubits， 然后假设这个在 box 里它有 energy gap， 我觉得我已经在之前一个 slide 里提过，它有的时候，它会在 edge 上 left mover 和 right mover 的个数不相等，所以这种 model 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少，然后对这个 box 里有时候会有 energy， 有时候没有，但是这两种 case 都是允许性。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个 non-zero 的思考 ，tile 形状 chart 就 meas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L and CR。
然后一个其中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但对我套路不会很重要，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你可以甚至找到 model 是让 less more 完全消失，所以你的所有 particle edge 上的 particle 都是往右走，或者都是往左走，这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对，事实上对我还想说，就这种系统的话，我们大家发现这个 edge 是非常的 robust， 就以至于我把哈密顿里面我随便加一些 local perturbation， 就不用 respect any symmetry， 就 eating model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z2 symmetry 来保护一下才容易找到这个 critical point， 在这里你甚至都不用考虑 symmetry， 就随便加一些 perturbation。这个 edge 的话，它还是一个 ungapable edge， 它总是有一些 random degree of freedom。那我们可以问，这就是你可以让这个 edge 的形状是 dramatically irregular， 就是你把它弄得弯弯曲曲的，也可以。然后你哈密顿的话，你这个 term 用大的，用了小的 edge disorder 什么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可以问，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nature still like conformal symmetry， 是不是 conformal symmetry 还是会 emerge， 对吧？这个是如果我们想关于 emergence 问题，这是很自然的问题。然后，但这个问题比较难，比较难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缩小一点。我们说，能不能就先试图 detect 一个小的 signature，a signature of conformal symmetry， 那就。就是 conformal geometry 好了，就是这个 eta 来刻画的一种 geometry。这 eta 是 transitional， 那我们就问这样一个问题 ：Is eta still defined？ 这 transitional 是不是还是一个在这上面我们还可以提 transitional 吗？但是说不定就没有办法提它了，就说不定就完全坏掉了。这 edge 它有可能是 gapless， 但是不是 conformal 的，会不会是这样？那首先我们想到是能不能 measure the distance。但是在 irregular edge 上，你比如说我们真的去量几何长度，这样量出来的话，我们随便做几个 test， 我发现你按这种几何长度，你定一个数，你即使把它叫做 eta， doesn't mean anything， 就是你的 physical quantity 跟它是对不上的，所以好像东西就要失效了。想问那个 most， 就是我在问右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假设组员我就知道它是一个 carry 的那个 gap the block 吗？假设我知道，假设这个 box 是 gapped。OK， 我知道edge 也是 gapped， 我也知道。对，比如说假设这个 box 是 gapped， 而且你可以从 box 里看，就是它要前后差，如果它不是零，那我就是要。所以现在就是相当于，如果它是 inhomogeneous， 就是接大于接小，还好像，所以还能不能？对对。对，你可以听我好吗？汤亮也可以把这个 edge 切成 irregular shape。对，反正对，第一个奶油的想法是 measure distance， that doesn't work so well， 所以在试图对，在试图想第二个 idea。OK， 这在想第二个 idea 之前，我是想做一个例子，就是说。也是说这个 emergence 这个 problem， 就这是非常 subtle， 就是有时候这个一个 idea 踹一个就失败之后，我们在里面为是 give up， 因为自然界确实有很多的有趣的 emergence， 像这个 vanishing number 这个路，它在这里，然后对，你可以数出来这些数，somehow 就是有些东西它真的会。会出现，然后所以我们试了第二个 idea， 就是说你这个 eta 你这东西是垃圾数吗？那个一层一层的是对之后我们可以给你看这个视频，还有另外一组就是这样子，就是把这些东西在你看着好像是连成一条线的，就是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一个点，但是这些点的表现性你。视觉上像一条一条线，你把这样一条线、第二条线、第三条线，你看数多少条线能把所有的这些 dots 全都 cover 一遍，你发现你数出来是一个 Fibonacci number。然后它有第二个方法，你这样子看不像连成一条线，你数一遍，
但是这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微观男性 number。嗯，对，反正就是第二个 idea 是我们可能不 measure distance， 但是我们有假设我们有 quantum state， 说不定我们可以通过 quantum state 然后搞出一些 eta 的 candidate， 但是让我们知道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它是一个 valid set of cross ratio， 什么时候我们相信它是一个好的 cross ratio， 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难回答，就是如果它真的是 cross ratio 的话，就是它会满足一些限制，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有四个点或者是三个 interval 可以确定一个 cross ratio， 那假设我们现在有四个 interval， 那我们就事实上有五种办法去 cross ratio， 就 A B C 是给一个 B C D 给另一个，我没有选那两个，但是那我说把整个 interval 切的话能有多少办法呢？只有三种，就你可以把 B C 放在中间，要么就是 C 放在中间，或者是 B 放在中间，然后它这里就有三种 cross ratio。不是互相独立的，就是从其中两个可以去出第三个，就如果这种 mathematical consistency rules 如果他们成立的话呢，那我们说这个 cross ratio 看起来是 OK 的，是让我们可以严格证明如果我们 check 这个 a set of consistency rules， 那它一定是一个数学上可以被叫做 cross ratio 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的 approach。嗯，好好好。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右边这个位置，这个是不是这个 is still defined？ 是不是它就等于是在问，我的这个 gapless edge 在有 unlimited 或者 defects 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 问，是不是等于是？是的，等等，这个稍微弱一点，弱一点，弱在哪？就是说，你的那个 statement 说。就是有没有 conformal symmetry emerge， 就是 conformal symmetry emerge 等价定理是不是 described by CFT， 对，那两个是等价。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弱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 simpler rule， 是因为我们只是 test 了一个 conformal geometry， 就是你那个的话需要 conformal 就 full set of dynamical property 就跟 CFT 对上，那我们这是一个 first step， 就是说那个问题比较难，我们现在拆成更简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一下的这个条件看起来是一个可开放条件。对，确实我也听到有人跟我提过这件事。Yeah, that's true. Yeah, some was similar. 那先继续。好，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右边这个位置，就是好的好的，所以第二部分我就开始正式说我们的角度了，就是说我之前那部分我主要是说。这个 emergence 是一个 non-trivial problem， 然后对 conformal symmetry， 它是值得去研究的。但是这样就你知道，就不同人研究这个有不同的角度，我们的角度是什么？然后对我们最近的工作，它的角度是说，我有一个 wavefunction， 就是一个 quantum state， 在 quantum state 上，然后假设有一个 quantum state， 对 ，we need to start somewhere。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ground state， 对，我们写个 answer， 然后我说，但是我们需要一个 ground state， 它几个条件，但是因为我们想要 extend conformal symmetry， definitely we cannot assume conformal symmetry， 所以就我们知道一个整本的 CFT 数字的这个应用部分非常的厚，它好像是上面支持很多我们，但我们整本数根本就不能用，因为它上来就说，我们有个 conformal symmetry， then we have this， we have that。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conformal symmetry， 所以整本书对我们都没有用，所以我们 start from scratch。 这里的 research 最 exciting 的地方就是找到一个简单问题，大家真的都没有研究过，你不用读几本书再开始研究，就直接就可以研究。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idea， 就是从一个 wave function 上找几个 condition， 想办法说这个 cross ratio 为什么会出来。 Sorry， 这个你说的 conformal geometry 能不能再界定一下，是指指的是90%指的是 cross ratio well defined， 10%指的是 after that， 我们可以把 irregular edge map 到一个 round circle， 就把所有点 map 到一个 round circle 上，有一个 well defined map， 就把它 map 到 circle 上，就可以用就普通几何办法定的 cross ratio 跟你的那个物理系统的 cross ratio 可以定对上。离这个真正的 conformal symmetry 还有距离。
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对，这为什么我们没有说 conformal symmetry from entanglement？ 我们故意这么说，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The emergence is not a simple problem. It takes time. 但是我们确实是想要搞那个，我是想要我的。说的有点那个考虑，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就是说二维的一个 box 的 function 的 edge 为什么不能直接拿一个一维的？可以在一维。就是存在一维的三 D 或三 D box 下。但是因为 CFG deform 一下之后一般就不在 critical point， 它一般就变成 gap 的系统。哦，就因为你希望不要再找什么参数，对吧？对，就尽量找一个比较 robust 的 context， 但确实我们的这个 paper 其实它也解释了一维，就是one dimensional is a special case。对，但我们需要。二维 exciting 的地方是它可以开绕，就是 left more 和 right more 各种不一样，并且它 is more robust in some sense， 就是说，就有一些 physically natural 的 system， 它的 edge 是 irregular， 对那种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些 test，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就 depend on your perspective， 我觉得这个比较 exciting， 你刚才说的其实一个 to the box 等价于你把 gapless 的 input 吗？input 不是 gapless， 我会说是所有的 condition 都是一个 wavefunction 上面的几个条件。对，我过几页会说。对，但我在说那个之前的话，我先说几个简单的 fact， 就关于 entanglement， 因为我得，因为我说我 start from a wave function， 然后这其实就是把这个系统切成 pieces， 然后这些 entanglement 和 entanglement entropy 就会变得重要起来，所以我要提两句，就是一个重要的关于 entanglement 的一个刻画是monomial entropy， 但是 s of rho 是一个reduced density matrix， is a density matrix on a subsystem， 然后我们去 minus trace rho log rho， 它又给你一个数，它这个数是 non-negative， 这跟热力学里的上面很像，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这样一说大家应该知道。然后你看到没有 entropy 成为一个经典例子，有你的这个 entropy 是这个 A 和 B 两个 qubit， 他们在一个 first state 上，但它写成这样，就是那个 non-factorized 的一个，就第一项这个 factorized 的东西，它没有你看到的 entropy， 但是第一项加第二项，它一个 block state， 然后它的 rho a 就变成一个 mixed state， 它就有一个 non-zero 的你看到的 entropy。In this case， 它 s a is log two， 所以它是一个 qubit 的最大的你看到的。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你看 rho a。它本来 wave function psi ab 里面有 e to the i theta， 在 rho a 里面看不见这个 theta， 所以就是有一部分 information 在 subsystem a 上面看都看不见，然后在 b 上面你发现也是类似的，你看不见这个 e to the i theta， 对，所以这 entropy 其实就一种理解，就是说你是从局部假设你没有办法完全还原整体的话，那它就是你看到的 entropy， 它是这种信息一种丢失的一种 measure。 然后在 entanglement 跟 emergence 为什么有联系，它的量子多体系统有联系，很自然是就你有例子多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先作为 cost grain， 就是你非常就例子是有那么多，就 wave function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 parameter 去刻画，并不是所有的那些 parameter 都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我们想提取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想要扔掉一些信息，然后一种比较合理的先扔掉一些信息的第一步就是做思考 cost graining， 我觉得中文应该叫粗粒化，就是把这个 qubit 就圈起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一个 set， 然后它的这个 state 是一个 large but finite number， 然后这样我们这个盒子，对，这是一个盒子，另一个盒子，然后这个盒子取好之后，我们就不再把它拆开了，
然后我们在线 entropy 都是在指 subsystem 都是一些 union of boxes， 就每次都不会再拆了。然后，为了把一些那种 detail 的 information 扔掉，我们希望把这个每个盒子都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不同盒子之间的距离，它要比 correlation length 要大，但是每个盒子这都比较大一些。Oops。然后Conformal Bell Theory 里，就是如果你这个量子系统，就比如说 spin pin， 对这个方面是最有，就是假设一个 spin pin 在 critical point， 假设 Conformal 现在是 invert， 那我们可以借用 CFT 的一些方法。Conformal Bell Theory 的话，你觉得 entropy of A， 取 interval A 它的 entropy 那个C 信号差是 divided by 6。然后是 logarithm of length of a， 然后 divided by cutoff， 这它是一个logarithm 正比于 length， 当然在 circle 上这个 length 指的是这个 cut distance， 就是这个弦长而不是弧长。但这里的话，我之前说 clausewitzian 比较重要，而且它对应一些物理量都是最后写出来都是 clausewitzian 的 function。这里我们就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I 是一个 I E B C 是一个 so-called conditional mutual information， 是一个比较有物理意义的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 of entropy。如果我们这样取的话，你发现右边是一个 logarithm， 然后一个 function， 比如就是比较简单的 function y minus eta，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function of eta。所以这样就有一个另一个比较有趣的，linear combination entropy， 我们叫它 delta。这个为什么有意思？我觉得我看之后解释。对，我也不用之后解释，我现在就可以解释一点，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取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比这个方法更好。左边这个方法哪里更好？它有 cutoff， 这个 cutoff 一般来说它是在这个 interval 的左边、右边这两个点就不同 cutoff， 所以。这左边这个虽然是有 log a 底，看起来很好，在有 translation symmetry 的情况下，它是最好的。但如果研究一个更 general 就是不均匀的系统的话，这些 cutoff 总会出现我们想消掉它。你想消掉它的话，就想让这些 interval 的 endpoint 出现的次数是一样的，就是用加号有减号就把那些 cutoff 的 contribution 去掉。我发现有三个相邻的 interval 情况下，就只有这两种。combination 是好的，所以 I 和 delta 是重要的。对，这是 one dimensional CFT， 就是从这里面，对，试图就是帮我们猜测一下什么有哪些条件在这个 wavefunction 上，是可以试图来提一下的。然后这两个方面是我们注意到的。然后。好的，然后下面就回到我们理论的 setup。那我们假设有一个量子态，just a star， 它在物理，它是一个 physical model of a ground state of a physical harmonic， 就是，我们想描述的是，你有一个哈密顿在一个 disk 上，它 box 一个 energy gap， 然后它的 physical ground state 是什么样，然后。就为了 model 这种 ground state， 我们需要提几个 condition。但是首先我们是要 cross screen， 我们要建立一些 box， 然后不再打开这些 box。但是我们想要提几个 condition， otherwise we couldn't make any progress。而这个 condition 呢，我们不想让它太弱，因为太弱的话，我们什么东西都会推出来。但我们又不能让它太强，如果太强了，它会把一些物理上比较有趣的例子全都会。exclude， 所以就它就不会帮我们理解一些物理上有趣的例子，所以什么 condition 是可以提的呢？这个结果发现是这样，所以就这些 slide 的上半部分是一个 summary， 结果发现这个就开始画一些很奇怪的图，自己有这么一个什么 disk partition 的 segment， 这样 B C D 还有。边 A B C 还有边上切成五份，所以你看起来可能
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每个图的意思，我会在下面几页跟你说是什么意思。但是先简单的就是，现在大家就可以猜一下我们在干什么。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summary， 它首先我是画了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二维的 box 里面，就是说它是关于这个 box state property。它是其实事实上是一些第一条是个应该可能 information-theoretic advantages， 基本上是你看到的 area law。第二个是说这个 state 是 chiral 的，是一个这里应该是 g is non-zero， 这是一个是某种东西，你可以从一个 disk 上compute， 然后它是 non-zero， 它是就说这个 box 是某种 chirality。然后最后一个条件叫 stationarity condition。By the way， 这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从之前我们的工作里获得的 inspiration， 就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 condition 是一些值得去考虑的。但第三个我们 struggle 的 little bit， 对，第三个其实是 natural， 就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我们 setting 地方是我们找到一个第三个 condition， 它的 gapless edge 是好像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看起来又很简单，而且它真的帮助我们主要维系东西，所以我才想要给一个 top。 然后这个它是在 boundary 上，就是你找一些 partition， 它在 edge 上切成三份，然后你可以通过算一些 entropy， 然后再从 entropy 做一些手段，你可以推出一个数叫 c and eta， 是一个 central charge 的constitutional candidate。然后你把这个 c， 你说它是 stationary， 我之后会解释什么叫 stationary， 但你有可能会猜错。如果 stationarity 成立的话，我们发现它这个 constitutional 的这些东西会 emerge。就是 logical consequence， 就是 eta 一定是满足这几个数学的条件，满足了之后它其实就已经是 conformal 的。然后什么是 conformal geometry 呢？就像我刚才解释过，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些 eta， 可以把 regular edge map 到一个 round circle 上，然后在 round circle 上，我们只要 compute geometric conformal 就能得到正确答案。Sorry, do variation is respectable?它是 vari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many body state， 就我把 psi 变成它旁边的另一个态，然后它的 leading order of change is vanishes。 对，有点像那个变分原理。这个条件给我一个 simple wavefunction check。 有一个定理帮我们 check， 我下面会提。对，这是我们下面两个 slides。 Good question。 所以这 A1 的话是 so-called entanglement bootstrap axiom。 对 entanglement bootstrap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我主要看了一个情况，但我这个看了没有时间提挺多，但基本想法就是你了解 axiom 之后你可以证明就是单量的就主要的一套关于 anion theory， 就是说 anion charge 是什么样，然后它由深入gradient property 确定那个为什么那个 topological entanglement measure， 就是 entanglement area law sub leading constant， 为什么它是 measure the total quantum information of anion 所用的数目，这都是从这几个 axiom 可以推出来。但反正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东西，可以就只是单独讲，但这个可能没有说，但这个 axiom 是从那里面借的，就是说你在 box 里面找一个 disk partition 上 seven c 是 interior 这个 center， 然后它的这个周围这个 endless 切成 d 和 d， 也切成这个 topology 是重要的，表面是然后也能 so important， 然后这个今天 particular linear combination vanishes， 这个 axiom 可以 do one， 基本上就是。你看他们 NLL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一个比较 local 的一种叙述。然后这个 modulo commentator 是我们最近已经两年前提的一个方法，说你在 box 里切 ABC， 然后你算一个 quantity， 是一个 commutator of log rule on different subsystems， 然后
这是叫 modulo 方程，是因为 log rho 经常被叫做modulo 方程，因为是在 finite literature 里先开始叫，也被叫做 entanglement 方程。然后它的 commutator 的 expectation value 它是一个 number，它可以是正，可以是负，但它其实重要的是它可以 measure chirality， 就是你这个 state， 然后跟它 time reversal 是取，这个符号是反过来的。对，我也觉得那好像快到点了。OK， 所以，对，所以 Bock 的 assumption 是那两个都是从之前最近的工作借过来的。然后这个 stationarity 呢是受到 CFT 的启发，就是这两个方面呢是基本上是 CFT 方面的一种tensor 方面的 rewriting， 但是 it's not a general rewriting in the sense that你 need to deal with bulk， 就是说这个 region 如果它在 edge 上，然后那么在 edge 上切一个 disk， 它不光有不光像那个 interval 一样有两个 endpoint， 它事实上有整个一条 boundary 在里面，然后它有个 area lock 的功能，想办法把那个 cancel 掉，是为什么我们 introduce 这种 region， 然后做这 linear combination。对，然后对这两个 contribution 保证 i 和 delta 是跟它怎么进到 bulk 里。就是具体的 geometrical shape， doesn't matter so much。然后，如果从 I 和 delta 这两个 entropy control 中间，我们可以 solve 这两个 equation， 这是一个唯一的 solution。我们可以得到 positive number c and eta between 0 and 1，所以我们叫它central charge candidate and cross sectional candidate。然后下面对这个定义是不需要 stationarity，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用假设这个 state 是 station 满足这个 so-called stationarity， 就 state 做一下变分，假设 c 的 leading term 它是 vanish， 那就是说 c 是一个比较 stable 的一个东西。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发现它其实会得到一个 vector base point， 就是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 的或者好吗？当然，就是到不入的一些在不同 subsystem 上的一些那个 reduced decimation 取 log， 然后加一点点，然后得到一个 log 的，然后它跟这个eta在一起，这个东西它是用在赛上是正比赛，而这个东西跟 stationarity 是 equivalent， 所以这个就可以回答很多问题，这怎么 check？ In practice 我们是 check 对的。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在经典力学里，那个 variational principle 就是那个最小作用量原理，它是不容易 check， 但是我们就 check equation of motion， 然后就可以得到。然后就这个 sketch 我就跳过，但是这个 comparison 在这儿，就是 F 对 M A 这个容易 check， 然后所以我们知道 action principle 是对的。但对 ，you can in principle start from any of those two conditions， each is a valid choice of our assumption， 就看你喜欢哪种。但我其实个人认为它是两个都有各自的 advantage， 所以 it's good to keep in mind both of them。 那个前面就是解 C 的那个方程是哪个方向 ？C 的这个方程就是这个方程等于 E 的。对，等于。再往前翻。好的。对，就左边这个等于 E 的方程是你前面列出来的，对，用这个方程来解 C， 这是哪个方程？你是从这来的？这第一个就这个是哪个条件？好的，是这个第一行。对，这个方程是为什么可以通过标准 i 来建这个方程 ？OK， 这是这两个方面的那个重写的一个版本。可是这不是你等于是已经假设它是。对，那这样你有点对，就是这两个方面我是先假设 CFT， 但是就是说我们是就找到一个 minimal condition to take and throw away other things， 所以我把 CFT 扔掉，但我要做 some assumption， assumption is 就是你发现有一个方程，但是它不一定，也不一定需要，看它是不是。对，是把它反过来，对，是都反过来。或者说，就是我现在想用 CFT 把它装进一个 CFT， 然后解这个方程，看一下它可能会是哪个。
对，这是 CFT 会作为例子出现，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 CFT 排除掉 ，CFT 是满足我们的那个，因为对，也就是说我这个方程，我为什么觉得它好呢？因为如果你的 system 是个 CFT 的话，带进去它确实 make sense， 它得出来的这个 candidate of C and E 它。这个是个，如果 CFT 的话，那出来就是对着线程串的和 candidate， 但是就是说，另一个方向我们还，还试图证明，我们还没有确切的。对 ，Yeah， that's an ongoing direction。所以做起来就是 research 还是得学我大号。对啊，真的，哎，实际上大黄书里面有没有那个 entropy formula？ 也是，可能没有。OK， 这是你们 inside joke， 我不知道大黄书里面什么书。对，是那个谁写的那个书的？嗯，这应该是1995年左右的。以前一直是黄色吗？经常看有段时间并不是黄色。好的，然后下面因为快到点了，其实已经过了，可能正好到点，所以我下面快一点，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 assumption， 我说 OK， 那我们做点 theory， 我们就从这几个 assumption 或者 axiom 开始做理论推导，我们能推出什么结果呢？就是我已经说了最重要的结果就是 eta 这个 cross-regional 满足那几个 mathematical consistency rule。但是我也想 sketch 一下 intermediate step， 其中最有意思的 intermediate step 是对 the fact that we can use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compute eta。 So, 我之前说是 I and delta compute C and eta， 那个是第一种，也是可能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种，但还有两种不错的办法，其实 compute 出来我们可以证明它是一定是同样的结果。第二种是用那个 modular function 可以。一种可以看看凯盖的图，它存在一个它在 edge 上算，就是你把 VDC 放在 bulk 里，我说它可以算它算它，来自 variance 天天。但是像我说把它放在 boundary 上 VDC， 这样的话compute出来它不光证明 C members， 还给你一个 number eta eta quality eta j， 还 call eta j， 因为它是从这样 compute 出来，结果可以证明这个跟 eta 也是相等的。然后第三种是从 vector fixed point equation， 就是你可以KD 这个 operator 它是一个 input eta 的函数，你可以问它的 solution 都是有哪些，就发现一般它只有一个 solution， 那个 solution 跟其他我们可以证明它是有唯一的 solution， 然后跟另外两种方法 compute e 它是同一个数，这个 sketch 我就省略了，或者不省略了，这个东西它是根据 vector 的话，就是 proportional to size， 就是说就在 size 上这个问题就可以 replace by identity， 所以最 common 现在应该是零，然后把它可以拆成两项，就是一个是 eta k， 然后那个 delta hat 跟 k common 在这儿，然后另一个是 i hat 跟 k common 在这儿，然后就发现这样就可以证明出这两种 eta 是相等的。对，然后下面就是既然你知道这三种不同的办法就是算出来的 eta 是相等的话，那我们就把一些 density matrix 给 decompose， 然后转换着用，就有时候用这种方法 compute， 有时候用那种方法 compute， 就主要是把大块拆成小块，然后我们就可以 derive 一些就是这种 consistency rule， 就包括我说这就是为什么 cross ratio 这一它一定是一个 valid cross ratio in a mathematical sense， 这是这么来的。对，然后numerical test 我们做了一些 irregular edge， 所以我发现这仍然是非常准的。就你这里看到这个 c 是接近于总是接近于0.5，那你看这个 error 是非常小，到第四位和第五位才会出现。然后这不同的办法 compute 出来 eta 真的也是到第四位第五位才会有区别。就虽然我们把这个 edge 变成放在一个 rectangle 上，在这个 geometrical distance 不能帮助我们来确定，但它用 quantum state 算出来 eta 它确实是 match 的是非常好的，所以 in that sense 就是。这个自然界好像真是很喜欢这个 cross ratio， 这是非常 exciting 的地方。
它是一个 lattice model of Bowen Shi model yeah, random functions，我们把一些好嘛，它让 term 变成某种样子，它会有属性，而且是 gap 的 bulk。对，然后，对，所以我们 prediction 确实在一些看起来不就是很难 mathematically prove 说一定会 emerge cross racial 的时候，它确实是 emerge， 所以这让我们试图想要研究更多，比如说能不能证明在同样的 assumption 下能不能证明他说这个 conformal symmetry 会不会 emerge。 我就刚才那个 PIP 的例子，我还是很 confused 的那个 state stationary 的那个 condition，首先就是那个 physical 什么意思，以及那个能直接 check PIP 吗？对，是可以的。好，那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再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是我们 check 的是 so called vector fixed point equation， 就是KD 自动在 space 上正比于 psi。然后那个是说你这个谬是这个 k 平方的 expectation value 减去 k 的 expectation value square 这个东西。几乎是零，那样的话 vector equation 的话，所以 stationarity 是数，这数上是这样。但是你第一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回答，就是说 c 为什么是 stationary， 我们怎么想的这个，就我们是这个想 twist and turn 就不是马上就想到了，但是想到之后我们回去找一些原因它为什么是 stationary， 这样的话可以这样猜，就是你知道在研究那个 quantum field theory 的normalization group flow 的时候，有重要的 quantity 叫 C function 是说它是 monotonic and RB for relativistic quantum field theory， 然后在这些那个 critical point 的时候它是一个 constant， 然后就在 critical point 附近它是 stationary， 那个是 logical 就1989年，然后还有卡西尼伯特一二零零几年，反正他们有一些 C function 和 C theorem， 然后我们，但他们用的 C 跟我们不一样。但假设我们这个 C 至少在那个内核构造上，它不会有来自 C function， 它如果真的像 C function 的话，它应该是 stationary， 所以这是帮我们猜到 stationary 的一个 fan side。对，然后但是你比如说你要求 variation 的时候，比如我想象我是一个 unitary 的一个很小的 unitary。就在这个原来那个 state 上，但这个 unitary 也不需要 local， 需要吗？但是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它是一个 state。对。所以我原则上，比如说我一个 open boundary condition system， 我甚至可以把两边的 edge couple。对。但它仍然 Carroll 分差不会。我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至少从这个就你 modular test 来说，就是有没有真的很小这样来说的话，它确实。我理解这个 variation 是 bounded， 就是 create 一些非常 low energy expectations。我猜那个，但它这样 proof 来讲不需要，这个 proof 来讲是一个 arbitrary 的。对，就 proof 来说是 arbitrary， 但完全是一个 excited state。对，它是一个 excited state， 但是不是 eigen state。不是 order 可能可以吧。对。展开到一解是 c。对，展开到一解，只关心一解。那一解可以是 non-local。一解可以是 non-local。这其实也是一个好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 restrict 一个更小种类的 variation。如果它是 stationary 的话，它是不是也能推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想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就是这个 number 看起来真的很小，所以即使是那种更大的 variation， 它 doesn't seem to 就并没有让 c 变化。你刚刚提到跟 topological 的 stationary 关系 ，not clear。对，it's not clear， 那只是一个 inspiration， 但我们 c 我们提的这个 c 跟它的 c 是完全不同的 c， 所以。就没有逻辑的关系。还有就是你这 variation 的东西，你这 variation 的东西到底是 relevant？ 的是 clearly 一个 relevant。对，它因为它是那个 relevant operator in field theory 的。对，但是
但我们不是在 field theory， 我们是在 manifold system，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种 variation， 是在大家之前好像也有可能没有想过，所以我希望跟你聊一下。嗯，对。对，就你感觉你这个 variation of the state 界定没有那么清楚，应该不是一个 arbitrary。它那个 formula 嘛，就是 arbitrary， 因为就是不是一个 state， variation 是 modulo， 还是算一些 entropy 的 entropy 的。哦，对，就我觉得这个我不同意它很强，但我同意它是一个 surprise， 因为这个看起来是很强，我同意，但是它很难，这个是一个定理，而这个看起来并不强。因为这个全都是 local， 就是一些 station 自己的 local 的 local 自定义。这 k 是那个 ground state decimation 取 log 的一些线性叠加，它是一些比较 local 的东西，而且用了 state。而且你假设这个 state 是 CFT， 那这个方法是真的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UCLA grad student， 他当时想着写一个两页纸的 paper， 然后他的额外再把它变成四页纸，然后对，但那个方面很有意思，他就是假设 CFP， 但他确实有一个 vector fixed point equation， 所以并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强，所以既然这个不强，那这个也不强，对，看起来很强，但是其实不是。还有问题就是，现在你都是用一个真的就是这个 physical system 是一个 open 框架，是这个意思。你说我是在想一个 disk，就是，对，就确实这样会设置。对对。就如果那如果它是一个就不是 disk 的，就是一个正好一个 sphere 上的一个 state， 你有办法做这个？哦，好问题，好问题。这是 open question 中的一个，我可能没有写进 open question， 就是说，你知道那个跑单里意义的工作，就是在 block 里取个 disk， 然后说那些想从那个 disk 里取 signature， 我刚开始想做这个时候，这是我的目标之一，但是最后还没有做到那一步。你先做了一些更简单，但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用 block 里取个 symmetry， 它是 mixed state， 那你可以先把它 diagonalize， 它应该有个最低的，就是那个对应的 probability 最大的那个 pure state， 然后从那个 pure state 它会不会是 stationary， 然后我们再做类似的事情。那是 idea 之一，但是或者比如说这个，我好像这个 boundary 的意思就现在变成了一个 symbol。对，就 thermal safety 会查一些 thermal safety 的方法去计算一个 c。嗯，对对对，那也是可以想，对，在 thermal 上其实，其实这两个 condition 应该也是成立，这是从 CFT argue 的话，在 thermal state on the infinite line， 这个是可以用 CFT 说明它是正确。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嗯，对，好，所以。对，数值上对验证也说过了，那我觉得既然时间到了，那我就放到这里。就是说，结果这个我在想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某个 C 可以产生的基因质量的，就反正是就是海里的一种生物，它游泳来说是这样的，但它不是一个很平的生物，它不是一个一定。它的那个面二维的面，它是像 parabolic space， 所以它从那个 ADSFT 的话，那个 boundary 上应该是 invariant 的那种 conformal 的性质，所以好像跟我们这个 remote 有点像，就是它只是 conformal 的，而且就比较 robust， 因为什么 robust？ 因为这种东西在海里，你如果找这个地方的话，它可以抑制这种很多好多只，它可以在自然界。所以确实就比较 robust 的一个，就是 emergent 的 conformal 东西。然后我们的 x 我们去画的这个图片，然后这个重要的公式，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对，谢谢大家问这么多问题，我其实特别喜欢回答问题。好，那我再问一个，因为是现在这个，反正这些一系列进展都是说，比如说我有 wavefunction， 怎么确定这个系统的性质？但是比如说，之前小亮有过一个工作，就是说我给我一个 wavefunction 的时候，我其实有。就是有很大概率这个 wavefunction 可以唯一的决定它的方向。就是这个
从这个角度上，那我是不是有时候我给很多 wavefunction， 我其实可以先就是直接把 reconstruct 一个 component，所以我给我一个 single wavefunction 和给我一个 component。嗯，对，这是好问题。事实上，在我们的 framework 也可以 reconstruct homotone， 就是有一个 state 之后，对，在 gap 的系统，就我们最近有个 paper， 但是那个只是 exact edge law 的情况 ，approximate edge law 我们还没搞。但在 edge 上，也有一些类似的想法，比如说其中一个自然的 reconstruct， 哦，事实上，其实这篇文章也值得一看，因为它是 CFT 的 reconstructed homotone。就这个同学，林鼎军还有 John McGreevy， 他是说 E为 CFT， 假设他是 CFT， 然后他取一些 reduced density matrix reconstruct 一个航模上，他 test the spectrum 还符合很好。但就是说他物理的那种证明，比如说你想证明他这个航模上一定 work， 那个还没有证明，但是数值上他这个想法是 work out 的。但所以 in some sense 我们是有一些 ability to start from a wave function or reconstruct 好吗？但是比如说你可以想，哦，说不定我们可以这样，先从 wave function 出发 reconstruct 好吗？再从好吗方向来研究 emergence。但实际上这步并不那么容易，就是你可以知道好吗方的所有 parameter， 但不代表你会可以很好的 predict 它的 emergence 会怎么样。所以有时候 wave function 出发直接过去的时候，我们建一些 logic 发现它这里反而更容易过去，所以这是我们 exciting 的一个地方。但是另一条 approach 也可以试试。对，那我说就是说，他们当然可能还可以问，就是刚才你说 dynamics， 对，就是 dynamics 会不会也有对对对 对, 对，有好毛汤确实是可以研究 dynamic。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个 idea， 就是 start from a wave function 也有一些一个新的，有可能我觉得是比较新的想法，研究 dynamic， 就是说让这个 density matrix evolve itself， 怎么 evolve itself 呢？就是有个 system， 整个系统有个 density matrix， 但是你可以用它 subsystem 上一个 density matrix 的某个 power， 然后它 evolve 这个系统，就是一个那样 determine 一个 unit evolve 这个系统。你可以先 evolve 这个，再 evolve 那个，然后就有一个 sequence of 这种 modular flow， 结果就发现那里面会推出来一些 non-trivial 的 formula， 看起来还挺好玩的。我们正在做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徐老师，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如果我 CD0 的时候，那些 global part 的 conformal symmetry 应该可以足够定义一个 constellation 吗？ CD0 的时候，我就说 L0、L3、L1 这部分对称性也可以定义 constellation。嗯，所以如果你只关注可推的话，你怎么 reproduce 出 safe 点？另外的，你还要什么？C 等于零的，它不会改变 cross ratio， 就是 C 等于零那个 conformal subgroup 是 SL2R 或者 SL2C 啊，它会 map 一个 circle 变成一个 circle， 然后那样的话，它的 cross ratio 是不变，它那个点的位置会移动，但 cross ratio 是固定的。然后所以就是，剩下的那些就是剩下的 generator 是会变 cross ratio， 所以其实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可以提醒你，因为我们当时想这个 project， 当时 motivation 是一个 study view 所有的问题，其实我们也 push 了那个，对吧？但我们没有演。但他当时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可以 lead to that project， 是说你怎么办啊？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edge perturb 一下，让它这个 cross ratio 动起来？那怎么动起来呢？我们想的办法就是你找一些 modular flow， 就我刚才说的，就是用 state， 就那个 given state evolve itself by applying the power of local density matrix， 这样的话，它在 edge 上相当于在 edge 上相当于真的是会改变 cross ratio， 然后你做一个 sequence of minimum flow 的话，它就会让边上的点动起来，以一种改变 cross ratio 的办法动起来，所以它是有剩下的那些 generator 的限制是包在里面，我们是想一些办法把那些 generator 的限制提取出来。我问题可能没那么清楚，下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只关注 cross ratio， 似乎你永远没办法 recover 或者 emerge 出整个 result。是可以，就是像我觉得你想说的是，如果只关心 cross ratio from one single function， 那我不行。但是，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如果有一个 wavefunction 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个 wavefunction 生成 the class of wavefunction， 这个就用 modular flow， 就这个 state flow itself。这样有一个 class of wavefunction， 每个上面都有考虚小，然后它每个上面考虚小互相 related， 就是它好像这考虚小在动，在 evolve。那样的话是有希望的。然后我们做另一个工作是推动这个 idea， 但是为什么没有一起讲呢？因为另一个 paper 我们现在需要 assume 一些 CFT 的项目，而这个不用，就是我们把它试图拼起来。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说，我们 get rid of CFT 的项目，就从几个 station 的项目出发，把整个的 dynamic 都刻画出来，然后我们开始 conformal symmetry 做出任务。这个是要你的 conformal 和 symmetry。 对对，因为。我说他们对满足一些任务入，就在数学上，就我们有办法保证，就是只要这几个入，就每个切法就切五个 endpoint 或者四个 interval， 就所有这些 combination 都是成立的话，那就是一个数学上 valid cross result， 所以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就是那个从一个 run circle 上进行是没有区别，所以这个是可以保证。我想就是说不知道你是不是modular，就是说给定一个子系统的真空态，然后呢你可以通过modular他们通你定义一个叫做modular operator，定义是这个modular他们通你的一指数的一个数的k，就是k就是modular，然后你把这个modular operator作用在这个真空态上面，那就是exactly的这个值。你这个这个写的k在这里才应该是类似于extending这个modular theory，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modular theory是要求这个是子系统以及它对应的这个modular，但是你这里看起来这个k是不同子系统modular的线性组。哦，对，我这样。哦，那我先确认一下，就是你说 modular theory 是指那种真正的 quantum field theory 里的那个？啊，对，就是就你。哦。但是对那个量子力学也是。嗯。我听说有两种 approach， 就是一种是真正的quantum field theory 不取它道，就是真正的，就那套 modular theory 是，就是希尔伯特空间不是参加可能它比较。infinite dimension， 反正它是比较 intricate 的一种，它那里面有个 modular theory， 然后有一些另一些人，比如说像卡西尼，他反正是先取个 quantum field theory 去 cut off，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subsystem 上 talk about density matrix and logarithm of density matrix。我们这个更像第二种，但第二种跟第一种又有一些深刻的联系。对，所以我好像同意你说的这个 general direction。如果没有更多问题，我们再次感谢博文。谢谢大家。进来了，报告。谢谢。我的问题是，我们去那个。